开始录了，而且是充电灯，哎，充电灯突然变不见了。好，先不管，下一次坐缆车的时候检查充电灯，然后镜头检查完全没问题。好，走，这次切去森林吧，算你走。那在下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看到过去的路，那我到门前面等你。到不了。出来了，是可以刮出来，但是因为这里人少，没有人帮你把雪刮一刮，大峨山就会好一点。好，我们继续去吧。这边人人比较多，应该也比较好一点。这还要再切日？
那是刮得开的面条。哎呀，要照试试看就知道，还是刮得开。没有摔那么恐怖，摔才是最恐怖。最恐怖，就是最让人觉得夸张。声音不好听。此生第一次碰到的刮不开的面条。面条那种比较好杀，还是没有面条比较好？都不好杀、啊。都结冰的状况下，那我们答案是面条比较好杀。因为面，摩擦力是依照接触面积来算的，面积越小，摩擦力可以变更大。所以你整个面的话，你切不下去。但是如果它是这种凹凸的话，凸起来的地方被你。砍进去的机会比较大。对对对，所以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好。再滑了、欸，路在哪？路是这里吗？我不知道哦。是啊，这里啊，往右啊。哦，我说这里不滑了。这里要滑吗？可爱小森林。声音没有很好。对啊，看来这里左半边馒头区没人在做馒头，而右半边我们等一下滑右半边滑一次，然后就去到这个唯一会动的缆车吧。前面要往左冲很远。对啊。中间要是切得过去，可以试试看切过去，但是我怀疑有被那个拦住。就觉得糟糕了，学生很多怎么办？有啊，学生很多，帮你把雪弄好一点。这个雪道应该不会太难听。好，走，那来这里。
去，嗯，又往右加速过去，餐厅在这，路口在这，要树林的背后绕过去，嗯，嗯，好吧，嗯，这台会有问题的话，就是我们不是有印象吗？一大堆 MV 自杀的那个地方，对啊，然后再转弯，怎么一堆人从那边来？我相信现在那里馒头也没什么，馒头转馒头跟一馒头。你看很多人走，不不靠靠靠靠靠靠，好了，我还是放下。好，你说停的几率蛮高的。对啊，这样就有安全感。有啊，有雪板班、哦，而且是穿背心的，橘色背心，他们都是橘色背心。这恐怕讲解就要讲十分钟了。十分钟不止吧？对啊，先教穿鞋、脱鞋、摆板子，还有怎么爬起来。然后穿上去之后说：“你再给我绑紧，再给我脱下来。”因为他们要死。身上就是这些，好像那个小小宝丽龙颗粒这样跳啊跳的。哦，现在速度很快了。
然觉得他们很可爱，好像撒了糖粉，真的很可爱。而且鸡的这些深度就是昨天才开始鸡的，你说叶子上的吗？对啊，就前一天应该花过。厚度就是那个下雪三公分，就这样，还可以。改变心意，这里滑一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中间了，我不用走西管山那条路了。哦哦，赞哦！看哪里？雪板滑，他的脚被并起来了，他是直排的啊，对啊，这样保证是平行的，也是一种练习哦，我觉得。停得下来吗？停得下来是啊，但是就好山。停得下来就不会紧张。哎，不是紧张的问题，是觉得我的板子要被刮坏。没有，这种颗粒对板子来讲不会刮坏。石头，你帮我看一下啊！我要怎么撬给你看？撬不起来。看不到。你小心不要摔到啊！好的很啊，平平的。你那上面应该只有一个上一次刮。下面的话跟刚刚一样，卡回去，坐狂的缆车。再拍一张照片吗？难得来高天远，有道理。来沙尔山。好，那你我先到你下面去，不然我没有办法。我想拍个影。记录一下，今天好热啊！哦，
日后第三天。嗯，我讲一下，我今天的状况。就再拍一张。假日还是去度假？没有，他打卡上班了。哦。然后下一个就我的讯息，说今天我不上班。好了，我跟你啊。啊，跟我。用你的点点赞。要点哦。没有，不用强求。嗯、哦。随便你，有余力就点。不紧张的差别，没差，就养成习惯这样。
惯真正重心放前的话，换球后先休息，上半身都是在身。但是那只是结果论，那你现在都不要管这些，你就去点就对了。对，点久了就突然会。班级更多，他才会开上班。有点不同了。没有，我们就要过去中间。是我之前烦恼的是说，高铁那里拉拉拉很累，然后西瓜山又都是那一个地方。我本来烦恼的是这件事，那现在这边可以直接切过去，那些路都很顺的，就绿线一路通掉。OK 的 ，OK 的，真的吗？你确定？真的真的，这样子的姿势比这样姿势比那样子看得出来，你这样子是进步一级，从头朝后面是上一级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程度到哪？这个，你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它是那个脚并起来的。对，这是脚并起来的那个。但是它这样子的话是强迫练重心。但是他刚刚要停的时候是错的，对，要往三发，对，就发了。重点还是上半身有没有上身，就这样一个。
check in 啦、啊。哦 ，check in。都滑这么多了。那现在是发福品啊。主要是要写发福品哦。不是东莞山啊、喔，现在到底算谁？看他让我签谁？看他，看他说高天元什么都可以，随便我签。那我要签东莞？写距离吗？我要写东莞山还是发虎皮？因为等一下下半部滑的就是发虎皮，我建议你选发虎皮。这里是东莞山，但是再过五十公尺就发福品。对哦。对啊。刚就啊，没有签，今天滑那么远的路，刚签一签。可以把果汁弄出来给你吗？哦，就没，我只是喜欢记录而已。就是这边哦、喔，对啊，是这边吗？对啊，这就是东莞山下来的红线。然后我们之前会在这里拍个照的，现在都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有很多人大刹车的地方哦，就吵很多那里。对对对对。就是这样子一直自制型的下去，嗯，草就是这里。巡山会很无聊吗？什么叫巡山？我们现在就是在巡山啊。不会啊，我就一直用我那个刹车刹、啊。哦。这里你就要小心了。怎样？一团混乱啊。你可以走雪后的地方下去。你先。对你来讲比较好刹。你也可以走左边下去，那边比较薄。这边比较大，但是那边比较平。随便啦，你先下来，我就跟着下了。你说左边这很难走吗？
你跟我一模一样的弯就好了，一模一样，跟着我，先直下了，来准备。出发了。怎么两个人怎么一模一样嘛？你可以啊，所以我才说我在你前面，你在后面，你要完全跟我的轨迹啊，一模一样。再试一次啊！强人所难啊！你要哪？强人所难。你不要特别做什么姿势，你只要踩好这只脚就好了。现在不是左脚吗？啊，你现在不是要右脚？现在是踩左脚。你就跟我一样，一只脚踩得很稳，然后慢下来，接着换脚，然后你就跟着我一样的轨迹就好了。好，一模一样，放开哦。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姿势，脚踩对就可以。那等一下我们就一直这样滑下去啊。这样有钢边吗？这样没有钢边，但是这样子重心理论上可以比较对。你跟我的轨迹一模一样的话，理论上你的重心就要调整跟我接近一样。我刚刚没有用实钢边，因为我知道我用实钢边我会用两倍的速度滑，你应该会跟不上。走上去了啦，还不走？你还会走不走？还是说问题是在于你的速度太慢，会比我慢一点，所以最后就渐渐放远了。我大概知道问题在哪，所以跟不上。好，没关系啦，但是轨迹一样的。我有跟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好。好，那接下来随便滑吧。在这里你就做大。你有可能踩上我的板吗？啊？你来踩踩看我的板。你说你鞋子多大？小啊。你鞋子还是比我大吧，对不对？要调，那算了，要调就算了，算了。对啊，好啊，那现在我跟你，你做大 S 弯，
大还是？对啊，就跟刚那种感觉一样。用你的什么？十点多哎、欸，先看他有没有开。10:25，但是去的话就……那我们现在只有西管山缆车可以坐，不是缆车，是那我们就再继续滑喽。哦，好，前面超过这个站右转冲。你要走西管山的缆车？对，那个地方。小子都在这儿，有穿少少的那种。没有，人在那里不是。山顶，但是有点贵，但就是高天远。速度0.3，怎么回事？我放下、哦，小心头。
干嘛？剁到自己大腿。下面积雪深度往上一公分。OK 吗？可以啊。嗯啊。我今天一路都在小点小刹车。我在巡视雪场。哎、欸，这也不是随随便便的、欸，就是如果你从头到尾都认真的在那边点点点的话，你的刹车技术应该进步。尤其是这种刹刹刹车，这种没在点、欸。那你刹的还好吗？还好、哦。你没有很那个吗？还好吧。我不知道，那等一下你前面我后面好了。但是有开吗？没有开，没开，他们在用，就只有他们可以用。哦，你看这个小脚印，嗯，很深呢，不见了。有啊，在这里啊，还在走啊。我是说有点被雪挡一块。哦，他们也没有滑这。对，被挡起来。叮咚。有土的是那个上半部。我想我要把我的鞋垫擦一擦。你看到的时候上面是湿的。没有，我从里面看是湿的。哦，所以你起路了。那这里在量时间，那就是固定距离量时间。就是往左边直冲，然后右半边你曾经陷进去的地方，然后也就摔倒了。对啊，陷进深雪里，找不到板，比较惨。今天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没有，没有雪的，没有软的。那个就是那个最难到达的沙漠平台，对，最难到达的旅馆，真的。好多、哦，今天这边都是技术奖。他们背的背包，应该就是那个女生背的那种，加重量放两双鞋的那种啊。背身行囊。我觉得不是这哎、欸，你摔是摔在那，啊？那边。我要猜一猜，我猜。那边你放多少次？哎呦喂！上一次裂开的就是那边。好像没有很，好像又雾了哎、欸，好奇怪哦、喔。雾气的地方倒进去。
帮我擦一下哦。我很难过，上面湿湿的。那你的面罩要口罩面罩的问题，戴上去的时候先把面罩往外移，还有你的头发要收一下，收进帽子里。有人要找你吗？不会了。那你先要开门。戴上去，我觉得还有雾了。戴在面罩上，我在面罩上吗？戴上去的时候，先把它推远一点了，然后头发也要推开。头发已经推开了，我看到是推开的，但是你的，但是我眼镜已经瞬间雾掉了，好讨厌。那你要不要把帽子收起来？你的帽子的左边跟右边是在雪镜里。但是不照的我额头会冷啊，就矛盾啊。你看好了吗？啊？你看好了吗？就有人按了一些表情符号这样。哦，好、哦。走吧，现在往哪滑？你可以就可以啊。就。跟昨天一模一样的路线。昨天哪有走这啊？有啊，昨天有这啊。我们都是从那边过来的，直直往前冲啊。走这个路有、啊、没有意思，有、啊、没有啊，有了，昨天根本就是奥兹赫烧的山，哪有这边啊，昨天哦，第一天没有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没有哎、欸。是啊，すみません、最近のトレーニング中で、はい、あのネットの向こうに、はい、またちょっと下まで降りれますので、はい、はい、あそこは大丈夫ですか、あ、あちらネットのクロスオーバーザネット、はい、あの、あネットの左、うん、ネットの、うん、左側に、はい、はい、今通る、今通れます、通れますか、はい。进网子去，去旁边。有这段可以吗？哎，转了。嘿。
续吗？可以啊。姿势怎么样？还 OK 了 ，OK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行，你要跟我讲，不要让我很丑。我觉得我的姿势是这样。对，你以为是这样，但是后面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。超丑的，你确定？我现在横着给你看，是这样。你以为是这样，但是你没有做到这样。你如果有做到这样，你的姿势就很标准。来，你帮我拍一张照，我看有多凸。不是这样吗？不然我先下去在旁边，然后我从侧面看你。但是我好像没办法对准说你刚好点上的瞬间。什么意思？你接近。好，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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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有点挡路。对啊，走了，走了。但是后面有个人下来了。没有啦，加 Enter 吗？哦，好，滑滑看啊。那走对准两个河流注意的中间冲过去，看能冲多远，接下来就要用它。哦，现在要冲了。现在就要冲哦，这样速度蛮快。他挂了四节车哎、欸，三兄弟啊！我们第一天坐就是这样啊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第一天为了买东西，所以就冲过来。所以是第一天有，刚刚我们滑的第一天有滑过啊。我真的觉得西山那个餐厅那个我没有看过。什么叫西山餐厅？爸爸，有个缆车的旁边那个。那就吃它吧 ，Apple Pie。哎呀 ，Apple Pie 加午餐。我要直接走过去还是？都可以啊，反正要踩上板子才能上缆车。
第二个跳起来了。嗯，不动静。我觉得我今天又发生一模一样的状况。滑一滑之后，觉得鞋子根本就是松的。哼，对啊。你不是本来就说滑一滑可以再跳？就是因为滑一滑就不够紧了，就滑着滑着又要再加一个。我昨天看他们好像这边也被隔一半，说一半教学区。但是有人停在中间，我觉得，应该今天没有什么教学区问题吧。还有专业课，我第一个。一定有的啦，一定有吧。好像很多雪嘞。怎么觉得很多雪？这个家伙滑得很快耶。哪一个？现在正在滑的就唯一一个。哦哈，他切很开耶。两个三个弯就下来了。那我在算时间的吗？那是他老师。这是在把人拖走吗？不会吧？那不像是人啊。如果是的话，就已经完蛋了。他被包起来了。对啊，我把这个放下了。小冰桶。你要拍照还是什么？好吧。上一次来家园是光秃秃的，这次看起来好像还好。我刚刚还以为雪很多，但其实只是被他们很会刮而已。那边是棒棒，会不会里面真的有人啊？应该不至于。上次我好像来这边真的有人被带走。但他们感觉是把板子插着告诉大家这里有人的。不知道一包是什么东西。是啊。对啊，感觉也没有透露出来，这样也太怪了。对啊，就是一包不知道是什么。应该是说右边禁止滑。哦，右边是草，太糟了。但是左边是也还好。很臭啊！我觉得有三个人。很臭、啊。但是觉得，真的觉得里面没有包人，好奇怪哦。臭啊！很臭、啊。我知道，好吧，我还是要休息的。如果很冰的话就不要滑，他要带走了，他走了，然后他又把一个人的血迹带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三个人，但是他又这样包成那样，太夸张了，头又没露出来，就觉得太夸张了。
今年雪不够吗？一开始还够，所以这个什么别的地方来的路也不会通。别的地方来的路上面有一条，那条是通的，下面这条是不通的。我们没滑过 Giant 的这个 Z 字形路，但是这个 Z 字形路不知道怎么开，很多人站在上面。没有去看Jones。他是快摔倒吧，手晃了一下。很烦欸，隧道啊，车子走的，看有没有急行路过，跟他打招呼。你至少要做到这个练习中，这个有点灰的这个。灰裤子还是整套灰灰？整套灰那个。嗯，对对对对，他是在练习中。嗯，对。这个的话就是上半身躲在上面的人，蓝色的。你看得出来，他下面那只脚伸得很直，上面那只脚就是脚搭很直这样。这个灰外套的话是快要成功的那种。就是我们这种快要成功、快没成功的啊，为了要转。有车来了，我有听到车。他在头顶有10公分哎，他头顶蛮厚的。又有车来了，啊？是同样这台车。哦。这是竞速小子啊。嗯，这超强的。哦，超鞋。你看他们脚也会抖，对啊，他抖了一下之后就把它收回来，就是上半身强调维持那个态势，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你碰到任何奇怪的状况，你都可以突然间把脚收回来，都是可以随时应变。嗯，那上半身朝山倒啊，我们平常那样子视野可以杀，但是缺点就是不好应变。嗯，对啊。就是那种上半身重心朝前那种，是你可以应对360度的变化，然后上半身朝山倒的那种，我们只能应付左右的两个方向的变化，就要不就是努力停下来，就是左右我们已经会那样平衡的，但是没办法转向。谢谢阿弟。去哪里啊？那里有雪。绿线。什么池是不是？玩池、莲池。这里去那边是没什么问题啊，但是回来的话就很累。咳了一声。还有雾吗？还是。今天很奇怪。你看得到我里面的雾吗？看不到。看不大到，但是好像有点。我不知道是鼻子造成还是额头造成。你的额头应该是还好。这个声音在哪里有听过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要拉起来了，小心跑。忘记了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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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上面有一个平台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嗯。就这个声音。这里
不错，没声音。谢谢。有人讲话，听到对讲机。对讲机的声音。这个帽子在雪镜以外，然后啊，这样，这样。风风有雪啊？风风没有。哦，嗯。然后这样，这样，鼻子会露出来，但是今天不至于会的，这样会比较不起雾。你把我鼻子拉开哦，不行啊！啊，你把我鼻子拉开，不行啊！我尽量向下吐气。现在可以了吗？你搭回去了。嗯，不然鼻子这样不行啊。走了吗？走啊。点吗？随便你，以你自己安全能下就好。不要点比较好。随便你啊。点我会怂，点不是很急吗？不急啊，慢慢来也可以。嗯。
要去找那个雪堆。哼，你如果接近棒棒那边雪比较多，但是雪少的地方也不至于杀不下来，也没有，也不是冰颗粒，就是雪少了一点点。好多人走进去哦。啊？那声音有那么好吗 ？Aspen 吗？对啊 ，Aspen 啊。Giant 的人都吃这个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有办法吃了吗？就去啊。好，那走了。我想尿尿。对啊，就是。但是停车停在前面哦。那行。还是要放那个上面。还好呢。不想这么累。哎呀。那就。停车停上面，缆车站口，走下去。走下去。然后你还要再滑一次啊、哦？你是说吃饱饭可以啊？吃饱饭那时候饱饱的应该不好吧？哦，所以。你要停到门口就好了，所以那还是你要现在再滑一次？不用啊，我有点想尿尿，所以小心尿尿。哦，对啊，那所以停门口，停门口就好了。抢座位，感觉是个外国人，我说真的，那个里面真的有人，也包得太妥当了吧？可能怕他那个吧。要给铲那个刷子，嗯，没看到。那有刷子啊，就是扫地的。那是扫把。这个呢？那我要我帮你刷。我自己站在那，我帮。我自己刷。不是刷车子吧？不能让它少一点就少一点。那是老板哎、欸，哪个是老板？那个我觉得是老板。老板出来看热闹。好啊，关。